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素食小老弟，今天来分享一个超级鲜美又营养的羊肚菌萝卜包，简单又美味，热气腾腾一大锅，非常适合做年夜菜。我们用的干的羊肚菌非常美味，可以多放一些。羊肚菌提前用清水泡发，然后我们准备其他食材，一根白萝卜洗干净以后改刀切成小块，还准备了一些新鲜的平菇。起锅热油，我们把平菇先放进来翻炒一下，稍微放一点点盐，蘑菇这样炒一下会更加的香，更加鲜美。然后把我们切好的白萝卜也一起放进来翻炒一下，把所有食材转入砂锅里面，再放入两片姜，一小颗八角，淋上两圈松茸鲜酱油或者生抽也可以，然后加入开水，水量跟食材齐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们泡发好的羊肚菌也全部放进来，水开以后转小火，盖上盖子炖煮半个小时。然后我们放一勺松茸调味粉，简单调个味道，稍微把食材和调味料搅拌均匀，浅尝一下汤底的味道。合适我们就撒入一把香菜碎，再撒上一小把枸杞，这一大锅热气腾腾，营养满满，超级鲜美的羊肚菌萝卜包就大功告成了。好做好吃又好看，年夜饭就做它，保证全家都夸你顶呱呱。